新店大平林圣三堂金庆特辑，圣三堂一周。新店大平林圣三堂是1962年1月1日田根新枢机主教成立的圣言会所属圣堂。2012年是金庆年，全年的活动由台北总教区洪山川总主教主理元旦弥撒开始。由星期一开始，每天清晨早起运动的民众5点不到就来到圣母公园。对于这些爱运动的朋友来说，运动前为圣母打扫环境是他们开心的事。甚至有位阿嬷说：“不做有波比了。”然后一辆计程车总在6点不到就来到圣堂门前，下车的是大家熟悉的树鲁新井。到过早安后，树姐会到14楼小圣堂开始平日弥撒。我现在要去11楼，再去14楼。11楼的厕所要开门。11楼厕所有上锁，要开门。对，有时候晚上不上，有时候会上。所以我说校长兼壮壮，关门了。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还能做，我就很高兴。我觉得说天主还要我，真的。
这样的工作数节30年如一日。接着我们来看看星期二的平日工作。喂，段姐妹啊，哎，你好，我是那个深山天主堂，我李秀婷啊，李秀婷姐妹，哎，因为你是12月生日啊，哎，神父要我们关怀你，祝你生日快乐。那这次的那个庆生会是在12月11日，好，对对对，你会来吗？早上会哈。那先祝你生日快乐哈，好，天主保佑，天主保佑，好。这个的价钱应该可以换两锅汤，因为我看你汤三锅不够，那么多人。他这个是再加个玉米浓汤。是那个吗？是，那就可以了，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嗯，除了这些还要处理这些事啊。所以就是说，1月1日温莎堡如果说有。星期三，浮船与灵修并进。上午是松柏关怀站上课的时间，十多名志工陪伴长者，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上午9点有读经班，晚间7:30也有家庭读经。同一时间，在花园新城也有家庭读经班。星期四是圣母君天主宠爱之母之团开会的时间。开完会后，他们会用巧手开心地布置圣堂。别看这支圣母君平均年龄超过70，但却是效率很高的团体。他们也会去拜访教友。救我们，救我们免于凶恶，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是罪者，蒙召来赴他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基督圣体。就是很不容易的，也不容易接受的，就是好多。星期四晚上是张向文姐带领的读经班，地点在大圣堂边的树老师办公室。目前是神哲学都一级棒的吕伯坎神父陪伴他们，难怪有教友说这个读经班真是神味十足。星期五，大家最喜爱的就是太泽祈祷。星期六一早是圣母君和平之后开会。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当然星期六也经常有婚礼举行。天主在天受光荣，阿门。
每个主日天总有几百个教友民众或步行或从捷运新店线大平林站二号出口一转弯来到十架耸立造型独一无二的天主教新店大平林圣三堂参加主日弥撒。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天我们更当隆重的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消除世罪的羔羊，他以圣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不是万民仰立着复活的坐台的信徒是我们的光荣。现在让我们公开表明我们的信仰，你们信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吗？我相信。愿主与他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带领着我们去传好福音吧。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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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咏八十四首说，万军的上主，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可爱。上主，居住在你的殿宇，常赞美你的，真是有福。那以你作为自己的住佑的人，真是有福。圣三堂这座天主钟爱的殿宇，是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都有各类的灵修、祈祷和服务的事工，期待您的加入。无论您目前是否参加了教堂的善会团体，或许您还有不同的需要及期待，请向传协会或相关团体联络。在这个爱的园地里，您一定会有更丰厚的生命之粮。因为有您，圣三堂成为一个家。